谁应该是这样？过来之后我就。谭太君，你的夫君。我一会儿就这么演，穿大半夜。啊！那你只是在锻炼穿针。我来吧。感觉。我什么不行？我什么事儿干不了？你说。可以可以。来上针线。 他不适合养老啊，这个挺经验的，我刚看了一会儿。晚安，老宝宝。晚安，无锡滴血。晚安。